圈圈，我们一起跳舞吧，来吧小宝贝，爱跳舞的小宝贝，一起跳舞像哈哈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小小智慧树，快乐做游戏，耶、yeah!我是一个软娃娃，我最喜欢滚呀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，咕噜咕噜咕噜噜。我是一个方娃娃，我最喜欢翻呀翻，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哎呦哎呦呦。我是一个三角娃娃，我最喜欢蹦呀蹦，扑咚扑咚扑咚咚咚咚，扑咚扑咚扑咚咚，咕噜噜咕噜噜，嘿呦嘿呦嘿呦呦，扑咚扑咚扑咚咚咚咚，变呀变呀变变变，变呀变呀变变变。我们又要跟行动娃娃一起做游戏了，拼图啦拼图啦，小朋友快点和小嘟嘟一起来玩吧。哎，拖拖拖拖，快看那是什么呀？嗯，让拖拖好好看看。托托知道了，哈哈，他喜欢在水里游来游去。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小鱼。嘿嘿，答对了。这是小鱼的身体，这是小鱼的。小鱼的尾巴。对了，我们一起来拼小鱼吧。喂，有好多形状。你们快看一下，我们需要哪一个形状拼小鱼的身体呢？哎，用哪个形状来拼呢？是那个大大的三角形。我们可以试一试。哦，没错，小鱼的身体就是一个大大的三角形，你们太棒了。我们来拼小鱼的尾巴吧。你们知道小鱼的尾巴是什么形状吗？三角形。哈哈，答对了，那你们快来拼吧。可是这里有两个三角形啊。有哪一个呢？我
我们可以试一试。是这个三角形吗？不是这个。哦，那一定是这个三角形了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哇哦，我们的小鱼拼好了。哦，太棒了，哈哈，小鱼拼好了，小鱼真可爱，游啊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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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托托，我们一起去找小鱼粉吧。小朋友，你也和我们一起来吧。做游戏，安全是第一。不能跑呀，不能闹，一定要小心。做游戏，做游戏，做游戏，安全是第一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有什么要注意？小朋友不能玩火柴的，会着火的。吃完的水果的皮要扔到垃圾桶里，不然会滑倒的。走楼梯的时候不能太快，要慢慢的走。玩沙的时候不能把人会扔到眼睛里的。过马路的时候要跟妈妈牵着手。小朋友们做游戏，安全是第一。不能跑也不能闹，一定要小心。做游戏，做游戏，做游戏，安全是第一。我爱你绿草，我爱
气，小狗汪汪在窝的里面睡觉呢，它的骨头在窝的外面，快来吃骨头吧。小狗在窝的外面吃骨头，好香啊，好多漂亮的衣服，有红色的还有绿色的，红色的衣服在柜子的里面，绿色的衣服在柜子的外面。看，香蕉和苹果，香蕉和苹果在碗的外面，苹果在碗的外面，香蕉在碗的里面。啊哈，小朋友们，我们要来玩一个扔沙包的游戏，我们要把沙包扔在圆圈的里面。小嘟嘟、托托，你们谁先来呀？托托先来，托托先来。哦，嘟嘟加油！看我的！哎哎，哦，托托，你把沙包扔在圆圈的外面了。好，现在小嘟嘟来吧。啊，让小嘟嘟来试试。你把沙包扔在了圆圈的里面，你太棒了，加油小嘟嘟。哦，小嘟嘟这次把沙包扔在了圆圈的外面，现在小朋友们看看圆圈的里面有几个沙包，圆圈的外面又有几个沙包呢？圆圈的里面有两个沙包，圆圈的外面也有两个沙包。哦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真棒！来，小嘟嘟，萌萌还这里还有一个沙包，来给你。啊，嘿嘿，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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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、小嘟嘟，你把沙包扔在了圆圈的里面，你太棒了！水果，小朋友们，香蕉在碗的里面还是外面？在碗的里面。答对了，香蕉在碗的里面。那苹果？在碗的外面。哈哈，答对了。小朋友们，碗的里面有几个橙子呢？一、二、三，碗的里面有三个橙子。答对了，碗的里面有三个橙子。小朋友们，现在碗的外面有几个橙子呢？一个橙子。对了，碗的外面有一个橙子。真开心！
下午之前要先做热身运动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啦。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。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。一起扭屁股，碰碰扭屁股，快来扭屁股，啦啦啦啦啦。画个圈圈，再画一个大一点的圈圈。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。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。一起来跺脚，碰碰再跺脚，一起来跺脚，啦啦啦啦啦。让我们一起调整呼吸，要开始练瑜伽啦。一起像闻一朵花，我也长成了一棵小树苗，我也长成了一棵小树苗。风来了，弯一弯，再弯一弯，来信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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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啦，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啦，鹏鹏好高兴，快让鹏鹏来看一看吧，让摩尔看看，让摩尔看看。哇，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呀，让摩尔从里面选一封吧。不，我选谁呢？选谁呢？我选你吧。
给你缝缝信，信写封信，给你缝缝发呀发邮件，关注微信微博二维码，再来官方网站看一看，嘿嘿嘿，快来联系我们吧。爸爸再见，我们不回首，妈妈再见，我们不回首，小朋友再见，我们不回首，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拖拖再见，我们不回首，拖拖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兔兔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我们玩得很好。